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圈。今天一大早醒来就被群里的各种金光轰炸。话说大家都这么欧的吗？而且居然还有单抽金皮的，小秋瞬间佛了，又是一个小秋得不到的女人。不过本次精华虽然金皮真的超级无敌吸引，可是作为金皮结缘体的小秋还是要看开一点，给小秋一个先知月相就可以了，其他也无所求。经过前面1600步的移动，小秋千辛万苦的积攒了20个精华二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本次的飞球之旅吧。按照国际惯例换频道，上次大佬在零下抽到了连连的金皮，那小秋就选零下试试水吧，先单抽再单抽，继续单抽。哇，怕了怕了，换一下老地方新疆吧，单抽一下，然后直接十连。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阵阵的凉意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凉凉？一不做二不休，死就死吧，单抽再单抽，剩下的四个全抽了。哟，金光来了，这是要海底捞月的感觉哦，只要不是野人什么都行。金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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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鬼哦，往一个糟老头，给个先知也好啊，居然给一个最不想要的野人，香菇难受啊，我的欧气没了不说，精华也没了，灯泡也没了，回声也刻不起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看来一来只能等赛季结束后用上小秋存了几个月的纸皮卡换了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，小秋可是留有后招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小秋预祝大家欧气满满，抽到自己心仪的金光，抽到后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秀出你的欧气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没关注的记得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